明儿哥，到时候我回家去，我没得喝少的咋个办？哎呦，还吵起级别了去。那你出来时候给我两张要得吧？来，果子，四川男人的标配，穿起。你他妈要喊我干活路啊？哎呀，你来了吗？我要带你去看哈子我的家产那些噻。要得要得，走。你啊咋长龙高哦，我踮起脚脚一甩哦。我鼓捣点儿，我晓得我照顾到了你身高啊。这是追梦的身高啥了，我还是你的班长，哎我都觉得不好意思的。人家这个那会儿我就是最爱你了啊，我们一个连来去。你当我看啥子？我这边有鱼汤，还有喂的有鸡呀、啊、这些晓得不。哎，空气好好啊。哎，好生的，你不要在这儿整个坐着就背你回成都去噻。不得，记得看嘛，还有几个鹅、鸭子，好好客，就是低头的跟你打招呼。快过来过来，跟我旭哥打个招呼噻，快来。今晚我们整点来吃哇、啊。你敢下去游泳了嘛？去噻，这个下，坚持不去。真的吗，家里哦？只要你出来了，养我们就出来；你出不来，养上我就走去。你都不要心痛哈，不得心痛，是吧？啊、好，要当人看啊！嘿，是不是啊？真的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脱了哈。算了，这儿我们一点整的凉了。哎呀，你偷得很，真的是。我看两个窝的巴适。这边好多柱子啊，这些山都是我们的。这坐那耍的，我跟你说，都有钱儿嘞。看来你是个大家庭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晓得不？好生的，这儿这个坐这儿，我跟你说，分不干，劲都想去。我们这跟你城头最大的区别就是空气哈。确实是，哎呀，人很舒服，跑到这儿来。哎，陈大姐今天没过来。陈大姐，啊，去耍去了，出省去了。我在屋头又带娃儿，又当爹又当妈的。他咋不带你一路去呢？算了，我不去，等来去潇洒。要试一下不嘛？你得了行不？哦，来不到，来不到，我干不了这个活。来不到啊？嗯。哎，你还剪头发，腿腿该哪剪的？该我老早剪过头发的。就是啊，叔叔头发都那么长了。我的头发现在还没。等会儿给你剪一下吧。等会儿我给寄个腿出来，你给剪哈。要得要得。来，我抬一下。哎，弄饭喽。今天上午我整个钵钵鸡给你吃，要得啊！昨天秦天姐煮吃火锅的菜太多了呀，我们就来煮一个整成钵钵鸡。嗯，那切成肉片了吗？要得。然后我来煮点来头。哎呀，这鱼一样没切点都一下来煮了。烧火的熊酒。好嘞。这都够了。要得了就，就上这些菜都不得吃。锅子这水还能没开哦？哎，你锅有那么大的嘛，烧起的火大得很。钵钵鸡甜了，倒进来，粉粉倒进，是嘛？搅拌一下。嗯，来劲儿的，走着，下菜，食材下锅，再来片儿盐巴。朋友们，烧火就烧成这种，一个锅都要转的，你还就那个边边那儿区域的嘛，还。明儿个到时候我回家去，我没得火烧的咋个办？哎呦，还吵起级别了去。那你出来时候给我两张要得吧？这个不得。做到了，把它搂起来。下鱼片儿，鱼片儿起锅。和一下，要得了，朝转了，再来点盐水，你把白菜捡起来了吗？要得。好，今天上午我们整的煎到，就得两个菜，一个钵钵鸡，还有个炒白菜。好，香得很。兄弟媳妇，嗯，你要吃？要得。试一下我的手艺嘛，今天。很香的哦。好，要得。陈大姐就是陈大姐吃陈大姐弄剩的，但是我呢今天就觉得要吃完，那时候你不行，晓得不？陈大姐不在，你就该说这样的话了。这是大锅菜的钵钵鸡，晓得不？啥子都有，你看。我看到这个又想起我们在部队吃大锅菜的时候了。啊。来哦，来嘛，喝点矿泉水嘛，有点凉。来来来，好。哎，要奖励。谢谢。
哎，味道都没得，这矿泉水没意思的。杨雪。